大多数人每日都会清洁和消毒室内环境，用的是一些传统清洁消毒剂，好像漂白水、酒精、次氯酸，但这些化学剂可能会引起过敏、易燃，甚至吸入会影响身体健康。可以试试用史惠沙电解离子水，采用日本南米水解除污专利技术，将普通水转化成去污、消毒、除臭功能于一身。成分主要是 99.83% 纯净水及安全食物添加剂，无酒精，不易燃。经多个国际认可的检测机构认证，可杀灭多种病菌，更有效杀灭 99.9% 人类冠状病毒。无味，吸入无害，无毒，不刺激，不残留，不易引起敏感，可以安全使用。电解离子水的酸碱度是 pH 12.5，绝大部分的细菌亦都不能够生存在 pH 12以上，因此适合用在餐台、玩具、宠物用品、食具、家居清洁等等。而且温和，不损坏物件表面，清洁完还不用再过水。由于主要成分是纯净水，亦不含化学添加剂，所以比较环保，不会污染生态环境。亦可以配搭消毒木化窗使用，清洁消毒变得更简单。想长时间室内空间得到保护，可以配合超声波消毒木化机作全方位消毒。如果有病菌感染者到过室内场所，可以找我们做整个空间的木化消毒，无死角截断病菌传播。欢迎联络我们了解更多。